朋友们，400块钱钓一个小时的水库，我又来了，回鱼200一条，一个小时钓两条我就上岸了。废话不多说，走了，我们去找老板买票，今天必须盘他，走了。老板，你在这儿呢，我找你半天了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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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干嘛呢？我今天钓大鱼，怎么收费啊？怎么收费？为什么不让钓啊？我又不是不给你钱。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让钓。你不让钓，我走了啊！我大老远来的。那你走呗。滚！你这弄那么多小鱼干嘛？我爹呀、啊。你这还什么都养？那必须的。那我今天钓小鱼，我不走了。小鱼400块钱一小时。你要抢钱，400块钱一小时。多少钱能接受啊？400钓一天，行不行？400块钱一小时，只能4小时。你要能接受你就玩，不能接受赶紧走，我要喂鱼了。你这太嚣张了，你。能玩吗？能玩，我来都来了，不能白跑一趟。今天就冲你这态度，我必须我多盘你点儿，400是吧？好。回鱼多少钱？回鱼4块。你看你这么帅，你给我再涨1块钱。别他妈吃。软硬不吃，太嚣张了。400给你，一会儿怎么给你拿过去的，怎么样给我还回来？行，好，随便做是不是？我等着呢，你走了，我们去准备东西。我们已经到钓位了，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小鱼、鲤鱼跟鲫鱼，所以我们看一点今晚吃鱼，专攻鲫鱼跟鲤鱼的，能促进鱼开口，再淋水就可以用啦。OK， 让他在这里静置一会儿，我们去调根杆子。今天我们用野三川级6H 新到的一根杆子，4米5，试试手感怎么样。在这么大的水面钓鱼，让我们调个6-7目，钓2-3目就可以了。OK， 杆子已经调好了，准备开始钓鱼吧。先上两根大饵料，双色打窝颗粒，一个流鱼，一个幼鱼，把鱼更快的聚过来。鱼儿快到我窝里来，抽点频率。对，到底没口咱们就抬杆。哎呦我的妈！太滑了吧这心杆。继续上两个错饵，走你。哎，有鱼来了，有鱼来了，来了，老弟，漂亮！我们的第一尾是什么鱼？飞你，哇，还挺有劲儿的嘛。一对儿，哎，不是一对儿，一条，看错了。第一尾小鲫鱼，有小的就会有大的，先入户，有收获了。让我们继续，鱼情给力加打火力，走你。来了，老弟。
给你放上，这我照样也能爬你，看看我钓多少鱼，来，钓多少？自己看，400的票，4个小时，这是我今天渔获，兄弟们，阿畅称鱼，看我今天钓多少？你先检查检查啊，检查啥呀？又一条大青的，青鱼不是青鱼，我用手是钓上来的，不一样吗？快的规矩，你不是，你别钓鱼，你快的规矩。你怎么能这样？都给你说了，不准让你钓大青，钓大青没抓你板都不错了。你这不欺负人吗？我给你拿出来了，不行吗？不行。什么破老板，钓这么多鱼不给钱的？你的鱼竿敢丢给我呀？